牛仔骨一般用什么搭配？黑椒、蒜片还是洋葱呢？这一些都太普通了。今天试试新花样，牛仔骨和这两种米一起炒会是什么口感呢？大家好，我是爱吃美食、更爱钻研美食的王燕。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香脆野米炒牛仔骨。野米和牛仔骨的搭配，我还真的没有吃过。马上有请林师傅分享这一道星级家常菜。用到的食材呢，今天有牛仔骨、野米、燕麦米，还有脆米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主角就是这个牛仔骨了，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它呢？牛仔骨它一般都是这个大理纹的纹路比较清晰，带有雪花状的，这样那个肉比较好一点了，没这么多筋，教头上面的是比较好一点了。先腌制，先因为腌制它的里面的筋啊，它的肉啊比较入味一点，入味一点情况下它是比较嫩一点的。然后我们就撒一点盐粉下去，一般都是再加盐粉啊，再加一点小小白糖片味，腌腌就可以够味了。因为太加多太多这东西，把这原材料这个原味跑了。还是要保留它自己的味道。对。比如说在家庭用的，早上腌的可以晚上可以吃，因为把它腌的时候，因为味道能够进去，能够透一点了。好，现在这些牛仔骨腌好了，我就放在冰箱里面，好吧，让它冻一冻，它锁住它的水分。野米平时自己在家做比较少，但是它的营养价值是很丰富的，它的蛋白质啊和膳食纤维啊比普通的大米都要高得多，所以也有一种说法叫做它是米中之王。一般在家庭要把水把野米跟小麦米用清水轻轻的洗一下就可以了，然后就放到这碗里面去。我就很好奇了，林师傅是怎么想到这个这么新鲜的搭配呢？因为根据我工作的多年，然后就我觉得万一种口味万一种吃法，所以要配搭这些材料。现在放进去是燕麦米，燕麦米也是一种很健康的食材，它有很多的优质脂肪。然后就加一点水进去，这个要口感情况下呢，不要加太多水，再有稍微有一点水就可以了，就蒸了。好，现在水煲开了，我们就可以放进去，这个是比例是1:1的，大概蒸40分钟吧。30多分钟过去了，现在我们这个米也蒸好了，蒸好的这个米吸了水之后非常的饱满。野米还有燕麦米把它在锅里面翻炒一下，翻炒一下就把它去水分，这个没有什么水分就可以了。师傅，现在已经比较干身了，是吧？是的，倒出来。现在准备煎一煎牛仔骨。牛仔骨，对。